那个台长，就是您能那个开示几句吗？就是像我在医学方面怎么能有更大的那个进步啊？不要贪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出来那是你的前途。去贪啦，去拼命的去拍某一个导师啦，或者一个怎么啦，你会害死自己的。有些女孩子就是整天就是想着要自己要出人头地，你出人头地你不付出的，你哪个人出人头地不付出的？有的时候平安就是福，有的时候平平安安反而能够越做越好。你越是钻的人，到最后他妈头都钻破了，听不懂啊？一步一个脚印，不要去贪，明白了吗？你一直贪，就是不是指贪，是指各方面钱吗？各方面全部都是贪。哎呦，我要地位高一点了，哎呦，我要变成比其他学生要好一点了，哎呦，我要跟这个博士生导师要好一点了，哎呦，我跟这个老师要关系好一点了，哎呦，我以后要到哪个学院里去，我要写信给这个给那个。我跟你说，该你有的逃不掉，不该你有的你拿到了都会失去，听不懂啊？